却为什么今夜三伏，是一切诸佛的正因呢？你看我们修净土法门的，首先要把净夜三伏慢慢落实在生活。净夜三伏是十方诸佛如来一切经典的正因，跟我们这一部《地藏经》没有什么样的区别，都是在讲教导。所以今天我们学净宗学会很有福报，确实真的，只要你相信，它就世界不可思议的一起神通第一，真的有这样的学生。所以虽然今天我们参与的人所看到的不多，但是眼睛看不到的很多，我们要注重啊。那等一下师父如果有讲错的地方，请大家多多包涵，因为我也在学习啊。啊，我们现在聚会处吧，啊，我坐在这里啊，是因为啊，我比你有好一个优点。我的优点在哪里？啊，在哪里？因为我没有头发。我没有头发，总有一天你们总有一天哦，会像我一样哦。你可以自己坐在这里，哦，谁想要的呢？请举手，我来帮他。所以啊，出家不容易啊。有时候在想，人家每天啊看电影啊，出去喝咖啡啊，吃汉堡啊，买薯条啊，去跳舞啊，啊，看看风景啊，有时候有空啊，跑去海边看看海边。哎呀，这么好的一种生活，他偏偏选择一条吵闹分歧啊，脑子有问题的。所以我的朋友很多都是骂我这样的，这么好的环境为什么不要？你看，有空带着亲爱的拉着手手牵手去逛街，去度假，去玩，买东西吃东西啊，玩啊喝啊，你看都是两个人，那你呢？走到哪里都是一个人。啊，有时候想来想去呢，很有道理啊。但是好看不好吃，你们想一想，有几分呢？做夫妻的，每一天不吵架的，一个礼拜不吵架的，请举手。啊，除非他的老公不在，或者太太不在，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没办法吵架。啊，无聊啊，坐在那边向着树看到鸟，跟鸟讲话啊，无聊，对不对？哦，一天不吵架的，请举手。哦，不要说一天了。我们说一个月啊，一个月不吵架，请举手。做居士我很清楚啊，这个人很好，什么都让啊，什么都好，所以他的太太没办法，他想要吵也吵不了啊，
但是在这里不能讲啊，比如说夫妻啊，在这个道场啊，每一次见面的看对方不讨厌的，请举手。你看，不举手就是别人看到哪一个我很讨厌。所以啊，做人啊要简单一点啊，念佛要做一个好样子，才能够啊度化很多人。今天我们念佛，然后我们的态度不好啊，人家看到我们也不敢跟我们学习。先把自己做好，一做好了，以身做样子。以身作则来帮助别人，那别人就上了。如果今天他跟我们一样，确实老实念佛，将来他成就了，然后往生西方，那你的功德无量。包括今天我们要超度一个人，超度我们的过往的父母，或者我们的冤亲债主，如果今天我们真的以好的样子来把这个法会超度法会，他们自自然然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。所以一个人的功德不但靠他力，不但靠佛菩萨的力量不可及，而且从自己而自成感通这些功德，然后来影响我们周围。只要你相信佛的话，这个是真的。所以今天啊，如果师父有讲错的地方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我们都是一样，都在学习。学习当中有时候啊，不小心犯了错误，犯了错误没关系。只要你想改，都有成就的机会，没关系。今天我们有缺点，只要你想改，你发现你能想改的话，都会回光返照的。只要我们肯忏悔改过，没有一个不达到的这个东西的。所以只要我们相信你们哦，你们总有一天啊会成就的。啊，这一天多久呢？啊，看个人的功夫了。因为我相信你们有这种善根，有这种的因缘，还有这种的福报。我相信大家总有一天会成就的。但是不要等太久，不要等到来生我才来成就自己，那就很难。要这一生当中，我们一定要成就自己的，不要再等来天。好，这个是要跟大家来，大家是要想想的。有讲错的地方吗？多多指导，多多指点。希望我们能够好，将来同一个就是正上菩提。那昨天我们讲地藏的菩萨感愿经啊，佛菩萨告诉我们，一个人想要成就的话，学习一切的经典，能够将来普度一切的众生，所先没有发愿的一切的灵识行地都会落空的。所以地藏的菩萨本愿，这个愿就是方法法门，让我们将
从内心的无尽的保障，无尽的庄严，无尽的功德，无尽的清净，而从内心的发菩提心而开始的。所以昨天已经跟大家讲过了，四十八愿里面大家都知道，第十八愿是一个精华中的精华，是阿弥陀佛用这一愿来度化十方诸佛国土的众生。但是这个第十八愿学人礼貌的功德不可思议，如果没有后面的发菩提心一向专业的话，那这一句礼号就落空了。今天我们也是如此，你想要学佛，得到佛的加持功德，作为在这人生最幸福的、最美满的、最快乐的一个人生，达到圆满的人生，也没有别的，要发菩提心。菩提心一发，慈悲心就出来了。慈悲心一出来了，智慧也就现前了。所以这个发本愿这个愿是非常的重要，一切法本的根本。从发愿，然后菩提心示现，从菩提心我们发现慈悲也大慈大悲，从大慈大悲融入了大智大慧。所以这个本愿很重要，要怎么样学佛才能够成就自己呢？从发愿开始。这个发愿很多种，比方说我们哪一个地方我们最大的毛病，我们哪个地方最好的跟人家相处，最不好跟人家相处，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，当中处事待人接物，对一切物、一切人、一切法，以哪一法最难的去修持，从哪个方法去落实。以前师父最难改的就是脾气，现在师父的脾气还有啊，所以修行从哪里开始？从最不好的地方，从这里我们来发愿。你一发愿，众生就跟我们是一体的。他好，我们鼓励；他不好，我们来劝导。一劝导，人家就不给你，怎么办？你要想到地藏菩萨本愿经的这个地藏的地，代表是大地的意思。大地能够包容一切，心地也能够包容一切。所以现在我们学佛念佛，怎么样成就自己？从我们的心地开始，这个心就如同大地一样，能够包容一切万物，一切万物从这个大地而生出来。所以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对我们念佛的人有很大的帮助，很大的帮助。不管怎么样，要从这个发愿开始，然后来修行，你将来念佛才会有成就。要不然念了一辈子，到最后一场空。要记得，三途啊，就如同火灾，随时随地啊，这个火会烧起来，你烧起来了，来不及了。趁我们还有这个时间，身心还健康，还有这种的因缘。
所以一定要从发大愿开始，不管有多难，一定要从愿念，我要发愿愿来学习，发愿愿来帮助，发愿来关怀，发愿来爱护，从这里开始，我们来开始学习。昨天呢，已经跟大家用了几个例子，地藏菩萨的愿经里面，经文一开端，又为我们举几个例子。这些例子都是在鼓励我们的。怎么鼓励呢？就是鼓励我们这个愿要从哪里发的，这个愿怎么发呢？才能够对我们现在这个修行的成果才有一个实现。经典里面为我们举几个例子，这个例子昨天已经跟大家讲过，但是我要重复一点。经典里面为我们说明，比方说大长者是就是看到佛陀，这个佛陀的相好真庄严，千佛庄严，起了一种仰慕之心，恭敬的心，而问佛陀，我要怎么样修才能够像您老人家一样。人家看到佛陀相好庄严，千佛庄严，起了欢喜心，我要跟佛一样，人家是这么想的啊。我们呢，看东看西，看来看去，到最后没死了两样，也是那一尊佛。如果今天你冷静一下，为什么我们共修中间要放一尊佛像？不但要作为佛陀好像在跟我们一起念佛，但是从这个佛像我们看到佛这么庄严，我喜欢，我要跟佛一样，将来我要跟佛一样，我要跟阿弥陀佛一样。你应当要发这个愿啊！当你发这个愿的时候，你就懂得怎么用我，我将来老实听话真干，因缘到了，我都希望解脱自己，我就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。这个目标是这样的，人家看到佛像是欢喜心，我们看到佛像有没有欢喜心呢？不是有事就是烦恼的，如果没有事他不会去看佛像，有事的事他会找我去找佛来拜佛拜菩萨。大藏则持是怎么修来的？看到我佛陀这么庄严，仰慕之心，怀疑也不是怀疑，很羡慕，问佛陀，我要怎么样修习，我要怎么修，我要怎么样来学习如同佛陀一样的相好千佛庄严。人家是这样想的，所以佛陀就跟这位大长者讲，你要像我一样千佛庄严，你来到这里做什么呢？发愿。你看佛陀没有讲经，但是跟这个大长者子说，你来，你先发大愿。发什么大愿呢？度尽一切苦难的众生，具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，你一定要来关怀，来帮助，而且不但要帮
出发心的时候，这个大长者听到这句话，心里非常的发喜，欢喜而接受，原来答案就是在这里。我要像佛一样，如同这样先出的庄严。首先，原来我要度一切众生。那我们今天呢？不用说度一切众生，我们问问我们自己：有一天，有一个人莫名其妙的来批评我们、回谤我们、讲我们不好的话、回谤我们，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？你这个人的态度是怎么样的？你这个人不好，对人不好，对父母不好，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人都无法跟你相处。那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态？讲实话，当我们听到人在批评我们、回谤我们，而且还伤害我们，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心态？讲实话，会抱怨吗？比方说有人来回报你，讲你很难听的话，让人家听起来感觉很恶心，或者人家来打你、批评你，或者夫妻两个互相看到对方的缺点，我告诉你，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？讲实话。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？抱怨啊，真的吗？他讲这样的吗？抱怨、怨恨，而且对他起了嗔恨心。地藏王菩萨，当他佛陀为他讲，你要发愿，不但要发愿，而且要度尽一切苦难的众生。尽虚空遍法界，一切众生一个不例外。所以地藏王菩萨到现在还在发愿。我们曾经有跟地藏王菩萨有个缘，以前我们在山里，地藏菩萨把我们劝出来道德人生的时候，我们现在的人生有时候而不敢问，有一些有时候会回报。地藏王菩萨也是如此，不会排斥我们的，他还是要来帮助我们证得无上菩提啊，就是也帮助我们这个众生离苦得乐，得幸福美满快乐的人生。菩萨的心境是这样的，那今天我们学佛的人也是要如此的。不管今天遇到什么样的境遇，不管怎么样，想到地藏王菩萨包容一切众生，这样学佛才能成就啊！要不然啊，一天到晚啊，这个人不好，这个人不对，这个人好，这个人不好，到最后啊，自己不好也不知道。所以一定要改过啊！你能够改过自己，你的前途是一片的光明；你无法改变自己，你的前途是一片的黑暗。所以一个人的聪明，聪明就是在这里，懂得怎么样从自己本身开始，而从他力来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，这个是应当要学的。发大愿，记得今天谁对我们不好，你想到大地，地就是地藏，从地我们学习，这个地可以包容一切，也可以万载一切万物。所以想起大地，你的心就静下来，要好好学习。好，从大
长者我们看到了他是怎么出发心发愿，怎么来帮助一切众生，怎么样来爱护一切众生，因为一切众生跟他是一起的。不但这样，从这个地藏菩萨的愿经里面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意思，是谁？婆罗门女。婆罗门女的孝德，我相信大家也听过了。婆罗门女为了救度超度他的母亲，他的母亲啊是堕落在地狱的，所以心里非常的难过。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帮助母亲脱离地狱的苦报、地狱的海涂，让他们立刻得升天？我要用什么方法来帮助母亲呢？求佛。你看婆罗门女怎么求佛的？舍身自己，不管今天怎么样，连自己的生命也不要了，为了要报答母亲对他养育之恩，让他的母亲脱离地狱的果报，所以他求佛。他怎么求的呢？他宣称跟我们一样，他也是念佛，我们也是念佛，只是念佛的方法不一样。他念的是觉华定如来，我们念的是阿弥陀佛，但是同样的都是一次的，都是为众生孝顺，为众生孝亲。人家怎么念的念都成就。后来啊，你看不但他帮助他的母亲，你看在经典里面看到了他的母亲在这个地狱里面，因为婆罗门女的孝顺而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他的母亲脱离地狱的果报，而且不但他自己本身，连婆罗门女的母亲，他的周围那些人受果报的那些人也受得益，后来啊跟着婆罗门女的母亲一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为什么婆罗门女她的母亲能够获得这样的功德，还是离不开哪一个？发大愿。从发大愿出来，菩提心就开始，菩提心开始，孝心而展开了。所以他自己以孝顺而报答父母对他的养育之恩，拿破仑蒙佛德的威力不可思议，母亲后来离开地狱。你想一想，尊敬的举同修长的，大家去留意，人家是怎么做的，我们是怎么做的？所以前几天师父跟大家讲，一个人，比方说。他对于父母的生前无法计较，不能对生生世世的父母，可是对一切众生无法升起一般如同对父母的孝心，那这个孝的心的菩提心无法开起来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发大愿。婆罗门女的孝德感化了自己的母亲，而度化了周围的人，所以我们明白为什么慈皇菩萨给我们一个信心，为什么轨道的众生，你看轨道的众生为什么喜欢读地藏经，现在我们明白了他的本愿啊，这个本意讲就是因为他的孝道才度化无尽无边的众生。你想一想，现在这个人球，这个地球人类有多少人？多少？70多亿啊！一
狱当中的人要找到像婆罗门你这种的孝友，一两个也很难啊。比方说今天我们不要说婆罗门你这种的孝顺，说说我们自己的，我们家里的，我们家庭，你的儿女，今天他们给你麻烦了，谢天谢地的，你真的啊！今天看到你的儿女，今天他们来没有给你麻烦，让你很头痛，让你做过的左右为难，你要谢天谢地。祈求他们孝顺，那真的很难。有很少。真的，现在的儿女长大，不但给母亲烦恼，而且带了很多的麻烦。做父母的，左也右，右也右，怎么办呢？求佛。所以一个人现在要找到真的像婆罗门你那种孝顺的，舍身不但为己，舍身为一切众生，为了要帮助他的父母亲，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了，这种的人啊，在这个地球70多亿的人一亿当中要找一两个。现在而已啊，靠不住的。长大以后啊，什么都要给你计算的，连财产都要计算，什么样在我们的身上都有的，我们身上全部都有的，他全部不要的。惜我，死路一条。所以出家好啊，出家自在。随缘走到哪里，一个人半自自在啊！随缘一个人睡觉，半自自在啊！随缘一个人吃饭，半自很享受啊！随缘一个人去哪里玩，也是很自在啊！你们呢？不自在啊！这边没烦，那边没烦。这里要保险，那里要保险，到最后哪个保险心还是放不上。所以昨天跟大家讲过，地藏王菩萨也有保险，你们要不要买？要不要买？要吗？只要你出10000块就好了。啊，不是10000澳币哦，你不要误会哦，我是代替哦，地藏王菩萨宣讲一下，当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就如同我们的念佛，因为这个经典里面有讲，只要你对地藏王菩萨你旁边10000声，你跟他讲，地藏王菩萨不知不觉，他会成4000声。啊、如果今天比方说我讨厌这个人，我不想看到这个人，我要看他早一点哦，能不能活得痛苦而白了，然后你说我要念10000声地藏王菩萨你帮我解决这个人，那就不行。所以尊敬的诸位同学们，从这一角度我们看到孝道是一切的法门。师父最近啊，在新加坡去关怀啊一间的老人院，所以我看到新加坡的老人啊，真的很可怜哎。你们澳洲的人很辛苦，不但哦朋友依赖，去哪里喝咖啡、吃薯条。吃汉堡，有老人看电影，你看那些新加坡老人没有朋友看电影。
边啊左左看右看，看到最后也是一样。那有一位老人呢，当我们跟他聊天的时候，这位老人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师父，我们年轻的时候拼命赚钱，希望儿女将来我老的时候，他会来照顾我。但是呢，为什么到我最后啊，儿女都不想照顾，然后把我们放在老人院？我们作为母亲的人，我们又感觉啊，像这样的儿女都不要了，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用处吗？”所以很多老人很辛苦的。当我们遇到一个不孝子、不孝子，真的很悲哀。他跟我讲：“师父，既然儿女都不要了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意义吗？这个跟死没什么两样。早上起来吃饭，吃饭好了睡觉，睡觉起来吃饭，吃饭好了睡觉，朋友也无法聊天。我们这样的生活哪有意义啊？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所以现在的人很辛苦，所以我跟他讲，你有用，不要放弃，你要好好念佛，你将来有一个好地方，这些地方就是孝顺的，这个地方叫做阿弥陀佛，叫做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要好好念佛，你要活下去，你不要放弃，因为生命是很珍贵的。虽然今天儿女不要我们了，没关系，让婆菩萨来照顾；儿女不要没关系，让婆菩萨来照顾我们。好好念佛，好好反省。今天儿女会这样对待我们，可能过去我们疏忽了，没有教好，没有把他们教好，现在他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们也有责任。所以现在儿女不孝顺，不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环境的问题，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没有教好，是造成儿女现在这样的样子。所以反省，你好好反省，你还是要念佛，念了佛来回想。如果你真的爱护他们，将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有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能力，你心里有阿弥陀佛，你会回到这里来帮助他们，那你的愿力、你的希望就圆满了。好可怜啊，现在啊！所以我选择出家是对的。哦，真的啊！所以我鼓励大家，谁想要出家的，晚上回去考虑考虑。出家好，你看，左右啊，左看右看，都是阳光，起来很清凉，也不用烦恼，需不需要整理头发，需不需要去化妆，需不需要做那一个做这个，都是一样的，看起来年轻，看起来很帅。看起来很好看，你看出家好，所以我去考虑一下，鼓励你们啊，一天也好，十天也罢，一年也好，十年也罢，来试试看出家的滋味。哦，这个从婆罗门里的身上我看到了，不但这样。最后他自己本身作为大国王也是如此，还是发大愿帮助一切众生成佛，最后自己才示现成佛。地藏王菩萨都是从这个发愿而来度化一切众生的。然后从这个经典最后的一个例子，我们
光目里身上我们看到光目里也是怎么样超过他的母亲，也是以孝顺而发大愿，怎么样来帮助他的母亲离苦，离开地狱的境界，离开地狱的果报，还是离不开这个发大愿。后来念佛念清净莲花目如来，念了佛道法却不好，因为他的孝心，因为他的爱护，因为他的爱心，因为他的孝敬对他的母亲，佛感动了，所以清净莲花目如来，因为他的孝敬才告诉光目，光目里的光目里圣人，因为你的孝心，因为你的孝顺，你的母亲再过几天会生在你的家里一个人的杯里，生下之后三天之后，你的母亲会讲话，不但会讲话，她会告诉你地狱里面的一些苦报，但是你的母亲的寿命只能死三岁，死三岁之后，你的母亲还要回到地狱去受苦受难，自己造的业，自作之受。所以孔目里看到这些样子，去查，原来他的家里的杯里真的生了一只。一看到了这个杯里生一只，不但生一只，确实真的如同佛祖讲的，这个孩子三年之后会讲话。他真的三年之后他讲话，一讲话出来了，他就跟光目里说话，光目里啊，我是你的母亲啊，我在地狱很苦啊，你有没有一法来帮助我，因为这个地狱里面怎么形容啊，一言难尽啊，里面的痛苦啊无法去形容啊，地狱的受果报啊非常的可怕，你有没有一法来帮助你的母亲脱离地狱的果报啊，因为我的寿命只能十三岁，十三岁之后我要回到地狱去受苦。光目里一听到这样的语言啊，心里非常的痛苦，掉眼泪啊，发大愿怎么样来帮助母亲呢，还是离不开发大这个愿力。后来他发愿将来此生自己要怎么样来帮助一切众生，离苦的人，尤其是那些罪魁受苦受难的众生，当他的这个愿力一发的时候，他的母亲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十三年之后，他的母亲往生了。往生之后，他的母亲生在哪里呢？生在哪里？光目里的母亲，十三年之后，他的母亲不但没有下地狱，而且现在是一个大菩萨。这个大菩萨是谁？有没有人知道？
这位大菩萨叫做无记忆菩萨。无记忆菩萨在普门品里面，释迦牟尼佛几乎都在提到无记忆菩萨的为人。所以啊，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，一个人的孝顺跟一个人不孝顺啊，区别很大。这个家人不能生旺，这个家庭人不能和睦，这个家庭人不能将来带来幸福的，跟一个孝顺有关系。如果这个家庭生了一个不孝顺、不孝顺，那这个家庭一定要遭殃的。所以要求佛，求佛加持，希望儿女能够孝顺。这个是从地藏的菩萨表愿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一点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地藏菩萨这个根号。地藏菩萨这个根号啊，跟十方诸佛如来啊是一样的。地藏菩萨这个德号，这个名字是而为一切众生而建立的，不是因为好听不好听，是因为为了要利益众生，来度化一切众生，来对一切众生能够孝敬一切众生，不但他见虚空并法性，连一切恶道众生，这个德号的用意就是来建立的。所以十方诸佛如来学人门门不同的一样，学人他们已经修行成佛了，要记得东方药师如来、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、大方广佛华严经、毗卢遮那佛、十方一切诸佛学人他们修行的法门不一样，像如同释迦牟尼佛所讲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每一门都能够让我们修成佛道。虽然修行的法门不一样，但是他们的目的、他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。他们的目标就是为了众生而来度，为了众生而起一个名号。释迦牟尼佛也是如此，法藏比丘修行成佛，作为阿弥陀佛。东方如来也是如来，也是一样。虽然他们念佛，他们成佛是不同的方式，但是他们的目标共同就是一致的。那今天地藏王菩萨也是如此啊。比方说观世音菩萨，所以地藏王菩萨的德号几乎都是为众生而建立。比方说今天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代表什么？慈悲啊。大势至菩萨代表什么？大智慧啊。地藏王菩萨代表什么？孝敬啊。从慈悲而孝敬一切众生，从慈悲开回自己来孝敬一切众生，都是为了一切众生而建立的。所以地藏在这里各自我们来看，地藏是名，菩萨是以德立名的。要想要看，地藏是一个人的名称，菩萨是以德立名，所以一位菩萨起名不是因为好听不好听。像我们现在一个人要起名，比方说大富一人家，他的媳妇刚刚生孩子，他要怎么样来取这个名字？有时候这个名字为了这个名字会起的冲突，会起的争执，而且有为了这个名字有时候会吵架。所以一般的众生起名是为自己而建立的，菩萨起名不是而众生，不是为自己而建立的，
为众生而建立的。你看那些一般的人，大富人家，当他生了一个孩子，有时候按这个五行八卦，五行八卦你知道吗？五行八卦里面拿出来算一算，哇，这个名字能不能带来幸运？这个名字能不能带来发财？这个名字能不能带来将来能够这个财产一代传一代？这个名字能不能带来将来做大王？这个名字能不能带来将来做皇帝？一般人都是以自私自利而建立的名字，活不下去不一样的。所以古人讲得好，人起古人啊，起这个名啊是有讲究的。古人起这个名字是有讲究，这是什么呀？名符其实啊，他为了这个名声，不但为自己好，而且要怎么样来帮助别人。所以你看孔老夫子怎么讲的？孔老夫子为我们讲一句话：己利益人啊，己达达人。名之为人，己自己建立的，不是不但为了自己利人，而且要来帮助别人。孔老夫子这么讲，己达，自己去达到自己的目标，心想事成，得到幸福美满快乐的人生，但是心里面还想到别人，怎么样去帮助别人能够幸福美满快乐的人生。这个人起这个名字称为仁爱。所以佛教里面所讲的大慈大悲，就是这个道理呀。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地藏王菩萨的名称，而为众生怎么样来帮助众生，怎么样来为众生幸福快乐人生而建立的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发大愿，发菩提心。从这个地藏的名号，我们可以学到一样的东西。所以尊敬的诸位同学大德，看到地藏菩萨的名号，我们要想起什么？要怎么样孝敬一切众生？这样就对了。这个是地藏菩萨的名号，他的德号为众生而建立的。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呢，地藏这个地，地是大地的意思，是大地。先立，从比喻上来讲，就是我们这个地啊，是大地一样，是心地。从比喻上来讲，人先如大地，大地能生万法，人人皆是先立能生万法。从这个角度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的代表是什么？就是心地含藏的无量清净的功德，以持功德自度，自成佛道；以持功德度他，令他成佛道。所以这个心地里面呢，我们看到了含藏的是无量清净的功德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清净的功德就是讲一切众生本来是阿弥陀佛的，不但自己能够证得阿弥陀佛的功德力量，而且以这个功德来帮助别人成佛。不但帮助别人成佛呢，而且会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去成佛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个大地
能生遍在万万，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众生，在这个地球上的生活的，在这个地球上的生活，都要依赖这个大地呀、啊。不但这样，这个大地又能维持万物的生命，一切万物都是赖地而生长的。所以地藏菩萨这个地呢，起得太好了，人心主大地呀、啊。你看我们现在有没有那份大地呀、啊？今天你穿的是衣服，今天我们睡的房子，今天我们喝的水，今天你能够在这个地球生长啊，成家立业，赚大钱，传宗接代，我们有没有感恩大地啊？有没有感恩大地啊？今天我们能够生长在这个地球，从我们始祖来看，这些五谷杂粮，我们所吃的一切的万物，从哪里来的？从大地而生的。但是我们今天有没有感恩大地啊？不但没有感恩呢，而且为了自己的欲望，为了自己的目标，为了自己的所有的欲望目标，不但没有感恩，大量的不在快乐。所以20年以后，这个大地，这个地球啊，如果人人啊没有改善的话，20年以后，这个大地的人类会受到一片的遭殃。换句话说，同归于尽啊。所以看到现在的人很可怜啊，为了自己的欲望，大量都在破坏，而且破坏的很严重的，真的啊！你看现在，你看周围的人啊，几乎每天都在破坏的，将来这个大地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照耀。如果今天的人类没有好好从善的去方向，从善的去发展，将来这个大地真的会招来很大的灾害。所以我们常常讲伦理道德，伦理道德，什么叫做伦理啊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，人跟宇宙的关系，这叫做伦理。所以一切万物，从人一切法，一切万物，一切人，不但没有伦理，而且不讲道德。不但没有讲道德，现在的人反而最严重的是什么？缺德，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，害人害己，伤人都敢做出来。所以伦理道德人人都没有积极理想，何况去做呢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，为什么我们老师一生当中常常提倡什么呢？思考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事，做好人。我们基本老师每一年每一天这一生当中都在提倡思考。如果大家能够把这个思考锁住的话，你这一生是幸福的，你这一生是快乐的，你这一生是圆满。谁人有灾难呢？我们不会遇到的。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应当要好好来发愿。你能够守住这个嗜好，你发愿，你去落实，存好心，做好事，做好。
今天有什么样的灾难，你都会遇到的，这就是佛力加持。那今天我们念佛也是如此吗？今天我们在这里念佛，将来因缘到老，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，有没有难度大的？也是如此。大地对我们贡献的是什么？不但让我们照顾所有的愿望所需要的，而且能够成就我们的菩提道心。将来我们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大地也是对我们贡献最大。你想一想，尊敬的诸位同学罢了，这个大地是怎么样为我们贡献的呢？而且贡献也非常多，所以要懂得感恩，不要来破坏。不但这样，然后这个地下不但能够运载万物，这个地下又有保障。这个地下有保障，比方说这个地下里面有金矿，有钻石、金银财宝，这些东西都是从地上而生出来的。那这个保障是什么呢？这个宝藏之比喻是什么？比喻一切众生的自信心地有无穷无尽的宝藏，所以心地含藏着无量的清净功德。这个功德讲，就是我们心本来是阿弥陀佛的。那你想一想，既然你是阿弥陀佛，你要做阿弥陀佛的样子。阿弥陀佛的样子是什么？存好心。阿弥陀佛的样子是什么？行好事。阿弥陀佛的样子是什么？做好人。阿弥陀佛的样子是什么？说好话。如果连这四个句你都做不到了，那你不是阿弥陀佛。那你是谁呢？我是老大啊。所以啊，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，地藏菩萨，地藏这两个字的意义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菩萨。菩萨是谁啊？今天我们来到佛堂啊，诸位老菩萨，我们来到佛堂，哎，作为小菩萨、年轻菩萨、大菩萨啊，出家菩萨、在家菩萨，菩萨来菩萨去，到最后我自己哦昏过去也不知道啊。有事来找菩萨，没事就拜拜，嗯，是这样的哦。很多人啊，自己来找菩萨，没事时叫我拜拜啊，有事上来拜拜，没事就拜拜。那今天我们来看什么叫做菩萨，有没有人知道今天我们来拜菩萨？我们是鬼，是真的菩萨还是假的菩萨？哪一个是菩萨？我们来学习。怎么学习呢？时间到了，明天来继续啊，讲太久了假被刷的，所以哦啊，不要太长，也不要太短，刚刚好。哦，你们假装我的嘴巴累了，也是一样啊。所以啊，彼此彼此的啊，所以你们 fifty， 我也是 fifty， 所以 fifty，fifty， 50，50啊。啊，你们脚酸酸好，为什么？消地藏。我的嘴酸好，肚子会饿啊，多讲话力量出来，肚子好才能够有能力吃饭啊。所以啊，这个菩萨有很大的学问哦。什么叫做菩萨？很多人称呼你是菩萨，我是菩萨，到最后这个菩
如果你懂这个菩萨的意思呢，你今天呢就不一样一个人了。刚才讲我要跟阿弥陀佛一样，阿弥陀佛是什么样的人，他的标准是在哪里，用简单话来讲就是吃好，回去好好提倡，好好发愿，从我这个四个字做起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事，行好人。你能够这样做，你是一个大善人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，诸善善人一处在一处，你才属于西方极乐世界的一部分。如果连这四道好的做不好，那你连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一边的善人都已经配不上了。好好念佛，好好来改过，好好来发愿，好好来学习，因为我相信你们总有一天会成就，而且会超过我成就，将来你能够有很大的成就。谢谢大家，有讲不圆满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，谢谢阿弥陀佛。